watching closely. Because a piece of the puzzle's missing, and a bad cop can't sleep because his conscience won't let him. 哟，欢迎来到诺兰时空变奏系列。作为诺兰的第三部长片，《失眠症》是一部相对于诺兰来说最为冷门，但我觉得最容易被忽略的探案悬疑佳片。影片在探案的过程中，层层拨开主角挣扎矛盾的内心。片中不少刻画角色心境的视听化镜头语言，和奥本海默有着异曲同工的联动。今天我们来换个解析排序，先回顾剧情，再点评脑洞解析。禁止废话，上菜。影片开始，出演职员的文字特效就是用了晕染的效果，呼应了影片血液晕染在衣服上。出影片标题时，则是血液滴在棉织物上化开，该画面会反复出现在影片中。镜头从高空俯拍，飞机划过一层冰川，这是阿拉斯加北部的一个小镇，叫奈特穆特。奈特穆特其实是由阿拉斯加当地土著尤皮克族人的语言转化而成的。最初这里叫 Netmute， 是由 Net 按下和 Mute 人名组合而成，意思就是受压迫和压抑的人名。影片选址于此，多少和影片中生活在这的角色有些许联动了。阿拉斯加也是不少人躲避过往人生重新开始的地方，这里被称为美国最后的狂野西部。There are two kinds of people who live in Alaska. The ones who were born here.And the ones who come here to escape something else. 在绝命毒师的衍生作续命之徒里，小粉就是被安排在阿拉斯加重新生活。在影片中更重要的选择奈特穆特，是因为这里地处北极圈，会发生极昼现象，太阳不会下山，整日整夜都是白天。如果你不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极昼时段来到这很容易出现失眠。这层冰川处在下游端，这些冰川有着人类在大气中排放碳的黑色沉淀物，显得有些肮脏。过度解读的话，画面呈现并非我们印象中的纯净冰川，而飞机飞过冰川这一幕，冰川下面隐藏的真相，等待着飞机上的来客去接晓。飞机上有两名从洛杉矶来的警探，一位是不做教父很多年的多莫，另一位是他合作一年多的搭档哈普。多莫是一位敬业的警探，他在打盹时手上还拿着奈特穆特小镇凶杀案的资料。哈普则看着报纸，报纸写着关于深入一起凶杀案的内部调查，这调查和多莫有关。飞机飞过冰川，进入山林后便是一片迷雾，这也预示着这起案件的扑朔迷离。表面真相背后是包裹着一层混沌不堪的人性沦陷。没错了，这也是我的过度解读。但这些真的是诺兰觉得风景优美而如此拍摄的吗？我们来回看原作《极度失眠》。整部影片用了稍微过度曝光的光影呈现方式，来让影片呈现在北极圈的急救现象，让主角在过曝的光日下照晒着自己不堪的言行。画面隐喻的解读啊，其实一直都存在，看每位观众如何理解了。不久，飞机降落在奈特穆特的海边，当地女警官艾丽在那恭候多时。简单说呢，她就是一位热血青年，对探案有着痴迷的执着。而在洛杉矶已成破案神人般存在的多莫，自然成了艾丽崇拜和学习的偶像。艾丽见到多莫就表达了仰慕之情啊！多莫名声在外，也并非浪得虚名，旅程奔波，他们可以先回酒店休整的。但多莫选择直接去了警局看女受害者尸体，黄金破案72小时不能浪费。在多莫检查尸体的时候，有了几处新鲜的发现：凶手杀害女死者后很平静，还给尸体进行了清洗，甚至洗了头发。之所以这么做呢，是因为可以清除掉凶手的 DNA 痕迹，特别是指甲处可能因为打斗存留凶手的皮屑，因此凶手还为尸体修剪了指甲。尸体被发现时是裸体，也是这个原因，衣物可能会涉及凶手的毛发。此外，多莫还发现尸体身上除了有凶手殴打的新伤外，还有旧伤，说明生前还遭遇过暴力。细心的多莫还能从尸体被这么处理反向推理出凶手的心理，凶手和受害者是认识的，并且凶手杀人后异常冷静，因此推断凶手和受害者认识。受害者名字叫凯，是一名17岁的少女。很快，多莫他们就去到凯的家里，凯的卧室还是之前的样子。多莫看了一番凯的房间，收获还是不小的。
他先是找到了一张只剩下一半的照片，在垃圾桶翻找出另一半，这是凯和她闺蜜的合影，说明两人友谊决裂闹掰。而且凯在失踪前还和男友吵了一架，之后多姆还在衣柜发现了一件名牌连衣裙，还有一条不便宜的项链，这些是凯和男友根本承受不起的价格，这说明凯可能除了男友还认识了另一个欧巴或者欧基桑。不管怎样，此时凯的男友有重大嫌疑，多莫想立刻去学校找凯男友问话，结果却被艾莉尴尬的提醒，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多，而极昼的奈特穆特小镇却还是艳阳高照，也是该休息的时候了。于是多莫和哈普去酒店 check in， 在准备吃宵夜时，哥俩聊起了洛杉矶内务部调查的事情。原来他们被洛杉矶警局调到偏远的阿拉斯加调查案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内务部在调查多莫在执法上是否存在违章或捏造证据的行为。这时候哈普却跳出来要出庭作证，质疑多莫确实在一些案件有私自动手脚。哈普认为自己并非忘恩负义，因为多莫名声在外，这次调查只是走个过场，影响不大，但多莫却不敢苟同。多莫认为如果被质疑甚至在某个案件被查出确实动过手脚，那么很多他经手的案件会被重新复盘重审，这就给很多已经被关在监狱的罪犯获得自由的机会。多么觉得哈普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连做个好警察的品质都丢失，大失所望，饭桌对话不欢而散。第二天办案继续，多莫在车上和艾莉闲聊，多莫用过来人的经验建议艾莉不要老想着接凶杀案，凡事从小事做起，一个谎言一个错误的举动都能毁掉一切，这就是人性的沦丧。这句话说给艾莉听，也等于说给多莫自己听。不久他们去到凯男友的学校，凯男友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就是不合作，鸡同鸭讲，对牛弹琴。多莫直接也不玩虚的，他把凯男友拉进脸贴脸，把凯男友在派对打凯的举动说出来，并以此威胁凯男友，要是不合作直接把杀害凯的嫌疑全扣他头上，到时有的是麻烦事。凯男友还是嫩了点，于是很快招供。确实如多莫推测的一样，凯认识了另一个男人，这也是凯男友不爽的点，但凯男友并不知道另一个男人叫什么名字。不过事情很快有了转机，在一个海滩边的小屋，有人发现凯丢失的书包，书包里面的物件或许能成为重要线索，其中就有一本小说和日记。多莫检查完后要求把书包放回小屋，并通知地方电台播放寻找凯的书包，如果凶手听到就会返回原地要拿走遗忘的书包。多莫要来一次引蛇出洞，活捉凶手。准备好一切蹲点开始，海滩这时泛起了迷雾，在等待多时之后，一个人影出现在小木屋。就在准备收网时，暗中观察的一名同事不小心弄响了喇叭，引起了嫌疑人的注意，迅速逃进小木屋。警局里有内鬼，不是，多莫只能带着大家往前冲去抓人。等到他们闯进小木屋时，才发现小木屋下面有隧道，多莫只能跟着凶手的路线继续追赶，直接追到海滩边上。此时浓雾弥漫四周，根本看不清，某个警察被凶手用枪击中倒地，多莫继续朝着凶手逃跑的方向追去。就在找不着北的时候，一个人影在多莫前方晃过，多莫这是鬼使神差的把自己的黑色手枪换成了备用银色枪，然后朝着人影开了一枪，人影应声倒地。多莫走过去时顺带发现了凶手丢弃的枪，然而当多莫走到倒下的人跟前，才猛然发现这人是自己的搭档哈普。此时哈普还剩一口气，哈普笃定多莫因为内部调查的事想借机杀了自己，而多莫则解释为迷雾看不清。就在还没有来得及多说，哈普一命呜呼。第一回合多莫和凶手正面针锋相对，凶手完全胜出。回到局子里，由局长描述了当时的状况，凶手开第一枪，同事中枪受伤，之后凶手开第二枪，多莫赶过去才发现是哈普倒地，然后呼叫增援。多莫或许这时还没从此前事情反应过来，但听到局长这么分析没有回应，也等于默认了这个解释。这时艾莉被不情愿地分配到写哈普遇害的报告，毕竟他当时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之后多莫神经恍惚回到酒店，把凶手丢下的枪藏在地板的格子下，半夜将近4点，即使多莫把窗帘拉下依然无法阻止他的失眠症。多莫脑子里不断浮现的是凯生前的影像，还有他曾办过的案件，还有哈普的冤魂身影。窗帘缝隙射进来的午夜阳光就如同一道审判的利剑，刺向多莫的胸口，让他一阵阵刺痛，难以
入眠，精神恍惚。第二天，艾莉拿着地图请多莫指出她听到第二声枪声的位置。此时的多莫已经确定不能暴露自己，于是指了一个不是他自己开枪的位置敷衍了事。还记得多莫之前对艾莉说的吗？一个谎言，一个小举动，将会酿成大错。这些连锁反应正如失控的洪水向多莫袭来。艾莉警员就像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做事极为认真积极。他专门去到案发地点进行排演，并让同事扮演伤者和死去的哈普。当地警局还动用了大量的居民做志愿者来搜寻凶手留下的任何物件。不久，警方找到了凶手开的第一枪弹壳，这样就能比对哈普中枪的子弹是否是同一把手枪。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多莫计上心头。他回到酒店，拿出凶手的枪，然后在半夜出门。而极昼的奇观让整个小镇如同白天，多莫就像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着自己龌龊的计划。多莫走到一条小巷子，拿着凶手的枪，朝着一条已经死了好几天的狗开了一枪，然后掏出里面的弹头。然后多莫去到验尸房，验尸官没有丝毫怀疑，就把哈普身体的弹头交给多莫。多莫则轻而易举的狸猫换太子，把凶手枪枪支的弹头换了过去。驱车离开时，晃神的多莫还差点撞倒路人。亏心事的涟漪已经在多莫心中按钮不断。回到警局，失眠的多莫开始有些神情不宁，周围一些噪音被无限放大，视线的焦点也发生紊乱，以便通过视听呈现出多莫的情绪和精神状态。这样的表现手法其实之后在奥本海默也有呈现。这时艾莉过来，她已经把哈普被枪杀的报告写好了。艾莉迫不及待地拿给多莫签字确认，想以此快点回到办案队伍。当多莫听到艾莉抱怨这些形式上的书面报告，以及早早地就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去的时候，多莫最终拒绝签字验收。他不想让艾莉觉得这是一件小事，毕竟这是一位警官的人命。于是艾莉不得不重新再次审核哈普的死。就在艾莉不断翻找照片的过程中，艾莉发现根据多莫指出枪声的位置和他当时看到哈普倒下的方向，他认为多莫所指的枪声位置是错误的，多莫可能在撒谎。多莫回到酒店，他用胶带缠住窗帘，不想让任何极昼的阳光射进已经幽暗的房间，而炙热的光芒无孔不入，在窗帘缝隙穿进房间，照得多莫心烦意乱。但困意似乎还是战胜了多莫心里那份不安，多莫躲避窗外的阳光，他终于要缓缓睡去。而此时电话突然响起，对方是凶手。凶手就像是多莫在阳光下的阴影，了解多莫的所思所想，甚至是精神情绪状态都了如指掌。凶手知道多莫在失眠，也清楚多莫在为自己无法平复的内心所焦虑。原来在那天多莫开枪错杀哈普时，凶手成为了唯一的目击证人，而且还清晰地听到了哈普对多莫说的话。多莫听完强作镇定，假装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而凶手也猜到了多莫会这么回答，直接想寻求合作。还没等多莫接话，对方就把电话挂了。多莫好不容易有了睡意，结果被这通电话弄得清醒无比。第二回合，多莫和凶手暗中针锋相对，凶手再次胜出，多莫完全处于劣势。次日，多莫呆坐等到七点半闹钟响起，又是一夜失眠。多莫摘下佩戴警徽徽章出门，这个小举动其实挺重要。按理说，凶手打电话给多莫，又多了一条抓捕凶手的线索，但多莫决定隐瞒。而由于这天要参加凯的葬礼，多莫或许心存内疚，或觉得配不上带着警徽参加凯的葬礼，于是选择摘下前往。到了凯的葬礼现场，多莫并非一无所获，他发现凯男友和凯的闺蜜走得很近，说明凯男友可能有同时和凯的闺蜜交往。多莫借着机会凑了过去，要载凯闺蜜一程，没想到凯闺蜜欣然接受，在车上还对多莫疯狂暗示。但多莫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呐，年纪也大了，不分泌荷尔蒙了，多莫对凯闺蜜的调戏无动于衷，反而玩起了危险驾驶，来让对方看看谁是狠角色。不久，多莫带闺蜜去到一个垃圾场，这里就是凯尸体被发现的地方。多莫从凯撕破的合照就知道这对塑料姐妹花不合，凯闺蜜也不讲了，摊牌了。确实闺蜜和凯男友有一腿，但闺蜜知道凯并不爱凯的男友，因为凯有别的男人，而这个男人凯闺蜜知道名字叫布罗迪。有了这条重要的线索，多莫重新查询凯的书包，想找出任何蛛丝马迹。正好这时凶手直接打电话到警局找多莫，再次用哈普的死威胁多莫，逼迫多莫和他合作。而且凶手更是挖地三尺，查到了
了多莫在洛杉矶被内务部调查的麻烦事，而多莫接着电话正好看到凯的一本小说，作者署名正是 AJ 布罗迪，一查此人还是本地作家，瞬间这人有了重大嫌疑。但多莫并没有和其他同事分享这个关键发现，而是只身悄悄前往布罗迪所在的住址，同时还带上凶手所丢下的那把手枪。去到布罗迪家中，发现家里没人，于是多莫私闯民宅，门边上有主人夹着的纸条，用来观察是否有人进入。多莫进入后，还没找到什么关键线索，就听到屋里狗子开始冲着门叫唤。很显然，布罗迪回来了。而布罗迪看到门梁的纸意不翼而飞，赶紧快闪走人。多莫赶紧追出去，于是布罗迪就跑啊，多莫就追啊，布罗迪就跑啊，多莫就追啊，追到一个海边伐木基地，伐木雷挡住了多莫的去路，多莫不慎掉入冰冷的水中，水上的木头一根根堵住浮出水面的机会，多莫差点交代在这。不得不说，这一段确实拍得很惊险，这也印证了我上期聊到钱德勒九命题中的一项，故事若非专注解谜，就必须专注于冒险，诺兰在这做得很到位。不幸中的万幸，多莫抓住机会上了岸，而可惜的是只能隔岸看着布罗迪离开。第三回合，多莫和布罗迪正面针锋相对，多莫赢面居多，毕竟布罗迪完全暴露了身份，他想回到自己家住是不可能的了。多莫也因此折返回布罗迪家里，完成之前计划好的事情，就是把布罗迪的枪放在他家的通风管道里，这是最直接的证据。而聪明的布罗迪也预判了多莫的预判，直接打电话回自己家，正式和多莫谈判。最终布罗迪约见多莫在一个渡口的船上见面，回到警局，弹道验证已经出来，哈姆警官身上的枪口是凶手所为，当然我们知道是多莫掉包的。而与此同时，机智的艾莉也从凯家里有不少布罗迪的小说，发现布罗迪是凯的偶像，甚至凯和布罗迪认识，因为布罗迪有给凯亲笔签名，所以应该好好查查布罗迪。多莫对此发现反而感到不安，因为他还有把柄在布罗迪手上。很快到了，两人约在一艘渡轮见面，布罗迪显得异常冷静，两人在措辞对白上暗流涌动，都想在精神层面击溃对方。多莫想让布罗迪直接从心理层面确认他就是一个没心没肺的杀人魔，但布罗迪却不慌不忙说着自己过失杀人的内心构建。布罗迪认为自己本无意杀凯，所以他理应无罪，这一切都是女孩凯自找的宿命，他只是成为凯的审判官，送了他一程。巴拉巴拉布鲁布鲁布，多莫才懒得听布罗迪在那文绉绉的阐述他杀人心理的动机。在多莫看来，杀人就是杀人，就是罪人。那么你呢，多莫？布罗迪反问道。在迷雾中，多莫你是否也迷失了自我？到底多莫你是无心还是刻意去把枪口对准哈普？当哈普死后，多莫你是内疚还是得到解脱？此话一出，多莫直接泄气。布罗迪和多莫就像是某座孤岛上仅有的两人，绕了一圈终究撞见彼此，为了生存不得不寻求合作。虽然多莫恨死布罗迪，但还是愿意帮助布罗迪脱险。多莫以自己的经验提前告知布罗迪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布罗迪要怎样应对。两人大概达成初步合作后，布罗迪下船。为了能彻底自保，布罗迪还留了一手，把两人的对话录音。所以第四回合，多莫和布罗迪的针锋相对，布罗迪胜出。多莫已经被逼到无路可退，失眠症愈加严重，脑子里不断重现他射杀哈普的情形。布罗迪这时打来电话，确认要凯男友做替罪羊，而多莫并不想把任何无辜的人拉进来。但为了安抚布罗迪，多莫说这些事都会安排好，布罗迪你不需要管。在获得布罗迪一些信任后，布罗迪也敞开心扉，开始诉说那晚凯的故事。那晚凯和男友吵了一架，之后凯和布罗迪约在那个小木屋见面，用布罗迪的话说，他想让凯心情好一些就抱了凯，之后有点欲罢不能就吻了凯。但凯很快觉得这些举动很厌恶，推开了布罗迪，还对布罗迪恶语相向，话语间充满了嘲讽和谩骂，任凭布罗迪劝说，凯都没有停下的意思。然后凯开始放声大笑，受不了如此侮辱的布罗迪控制不住自己，失去理智对凯拳打脚踢，直到凯没了呼吸。在布罗迪看来，这就是一个本不应该发生的悲剧。而对于多莫来说，布罗迪当时想法就真的如此单纯吗？是否布罗迪早就对凯动了心？或者当时布罗迪是否霸王硬上弓，除了吻还做了些其他什么呢？第二天，多莫起身前往警局。有些起疑心的艾莉在酒店前等候多时，看着失眠的多莫，艾莉用了多莫曾经的语录暗示他。 A good cop can't sleep because a piece of the puzzle's missing, and a bad cop can't sleep because his conscience won't let him.到了警局，布罗迪已经被传唤到那。这场警局谈话很有看头，话中有话。
原本一切都按照之前多默教布罗迪的那样问什么说什么，比如两人如何认识啊，布罗迪对凯了解多少都如实说，但不久谈话开始失控，布罗迪刻意谈及凯的男友是暴力狂，多默明显有些不爽，说好了不引导，多默试图阻止说警方已经了解这些了，潜台词就是你别再废话差不多得了，但布罗迪不愿罢休，变本加厉继续往凯男友的方向引导，而且还添油加醋了更多抓马剧情，去形容凯的男友就是一个充满暴力的人，还提到了凯有把枪，这把多默的怨气给点燃了，这暗示的如此明显的指控是多默事先完全没想到的，还没等多默反应过来，布罗迪还继续暗示可能枪会藏在通风管道之类的地方吧，这时多默才恍然大悟，布罗迪已经在他家里的通风管道找到了那把枪，所以这次谈话布罗迪才不按计划出牌，而且布罗迪如此自信说凯男友有枪，说明他已经把枪转移到了凯男友的住处，男警官果然中套，立刻联系其他警员对凯男友的住所申请搜查令，只要在那找到那把枪，凯男友就会被定罪，多默见状被摆了一刀，也直接玩狠的逼问布罗迪是不是贪图凯的美色，还给凯买了项链，接着多默差点没把布罗迪剁成肉饼，但这些都表明多默他急了，之后多默立刻起身前往凯男友家中，想在警察赶到之前找到那把枪，但为时已晚，警察最终还是在机油箱里找到了那把枪，正好凯男友回到家里被当场抓获，第五回合布罗迪依然胜出，凯的凶杀案似乎就这么接近布罗迪想要的结局，多默秘密去会见了布罗迪，布罗迪也打开天窗说亮话，他知道多默不想伤及无辜，多默内心最深处还是位好警察，那把藏在布罗迪家中的枪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木已成舟，布罗迪奉劝多默离开此地回洛杉矶继续做他的好警察，与此同时艾丽在沙滩礁石边意外发现了第二声枪响的弹壳，并不是点38凶手的手枪子弹，而是多默之前诸多办案报告的备用枪的子弹弹壳，一切真相的线索在艾丽脑中不断组建，就在大家都在为凯的凶杀案结案庆祝时，艾丽拿着新发现的弹壳前来质问，但同事都觉得艾丽太疑神疑鬼，多默也装作无所谓离开酒吧回酒店打包，临别时艾丽借着和多默拥抱确认了多默身上确实带着那把和弹壳符合的备用枪，但艾丽没有说破，或者她认为只是自己想太多，多默回到酒店打包着行李，六天的失眠让她如同行尸走肉，内心的煎熬让她愧疚情绪彻底决堤，这里发生的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正义还是为了个人私欲，为了顾全大局还是填补心底的阴暗，多默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他到底是好警察还是坏警察，他的失眠是不是找到正确抓住凶手的方法，还是躲避不了内心的良知，多默开始歇斯底里，想用一切房间的物件去堵住那该死的午夜审判室的阳光，巨大的声响引起了房客的不满，酒店客服妹子过来询问情况，陌生人或许是最好的倾诉对象，多默开始娓娓道来在洛杉矶内务部对他调查的事情，那是一件关于一个变态男人观察一个8岁男孩6个月之久，最后那男人把男孩抓起来关了3天，做了他一直想做的事，最后男孩惨死在变态男手里，等到警方调查的时候证据不充分，但在多默眼里他靠着敏锐的职业嗅觉就知道那变态男是凶手，所以多默为了能让变态男进监狱，他利用职权把男孩尸体的血偷偷滴在了变态男的衣物上，做了假证据，这也是内务部找多默麻烦的所在，多默之所以说出这些， Jean 他自己也不知道正义的天平此时偏向哪端，他需要陌生人给他一个方向，哪怕是模糊的，酒店妹子说就目前多默的坦诚是对的，我们注意到酒店妹子站的背面是极昼下的阳光，这一刻酒店妹子或许代表了那道光，告诉了多默接下来要怎么做，次日多默拿起了久违的警徽，他去了布罗迪的住处，想以此做个了结，多默踢开布罗迪的家门，但人去楼空，好在多默发现布罗迪的另一个小木屋，多默正要向警方全盘托出，但却了解到艾丽身处危险，原来艾丽要去布罗迪那拿曾经凯写给他的信件做调查资料，艾丽去到布罗迪的小木屋后，布罗迪热情欢迎艾丽，没有任何防卫，之后布罗迪故意打开抽屉让艾丽看到凯当时死时的那件外套，就在艾丽要掏枪时，布罗迪直接打晕艾丽，这里需要解释下布罗迪为何自爆让艾丽看到凯的外套，因为布罗迪知道艾丽查到了多默隐藏射杀哈普的事，所以当艾丽看到布罗迪有凯的外套时，会猜到多默也已经知道布罗迪是凶手，但多默对警方指认凯男友为杀人犯默不作声，说明多默和布罗迪私下有勾结，如此一来布罗迪又能多一条抓住多默的把柄，从而逼着多默和他一起做掉艾丽，让多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共犯
犯。布罗迪的算盘虽然打得啪啪响啊，但多莫早已清醒，等到多莫出现时，直接就拿枪质问布罗迪艾丽人在哪，而艾丽也正好从昏迷中醒来。布罗迪见状，多莫不吃这套，赶紧逃为上策。艾丽这时突然杀出，反而用枪指着多莫质问哈普警官的死是否为多莫有意而为之。多莫的回答很耐人趣味，但很真诚。I don't know anymore。到底多莫有没有真的想杀害哈布，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我不是 Will。 还没等到两人反应过来，布罗迪已经猎枪上膛，火力全开，艾莉负责开枪掩护，多莫则通过走水路潜入到布罗迪那。这是多莫和布罗迪最后的针锋相对，两人扭打在一起，你左勾拳我右掌过。突然两人同时拿到一把枪，朝着对方开了一枪，最终回合两人同归于尽。布罗迪中弹，直接掉进冰冷的海水，而多莫负伤，勉强爬出木屋。艾莉这时赶过来，尽快叫了增援。就在多莫弥留之际，艾莉认为多莫是一位好警察，不能有人身污点。于是艾莉拿出手上多莫当时开枪留下的弹壳，想把它扔向海里，但被多莫阻止了。多莫要艾莉做自己，做一个正直警察应该做的。一个谎言，一个小举动，会影响或毁掉人的一生。多么累了，他终于可以闭上眼睛沉沉睡去，失眠也不再需要担心。诺兰式心理解构，失眠这是诺兰作品中唯一只做导演没有做编剧的电影，而且还是一部来自1997年挪威极度失眠的翻拍改编。说白了，失眠症对于诺兰来说就是一份商业项目，进入好莱坞后交的第一份命题考卷，考题是华纳出的，如果票房成功，将来诺兰就可以在好莱坞大展拳脚了。那事实也证明诺兰超预期完成任务，做得很成功，$4400万的预算在 R 级片限制下收获了1.4亿美票房成绩。在口碑上，虽然像 IMDB 和豆瓣，对于诺兰作品来说，失眠症评分并不算高，但在烂番茄评分却出奇的高， Metascore 也给出了不错的分数。由于是翻拍，因此失眠症被大家称为最不属于诺兰风格的电影，这句话对也不对，失眠症毕竟是翻拍电影，而且诺兰没有参与编剧，电影故事的核心基础没法大改，在叙事结构确实少了诺兰的特色，但如果把影片放在所有电影坐标中，还是能一眼认出有着浓浓诺兰味的。尤其是你看过奥本海默后再回看失眠症，你对这两部电影对角色心理视听化的呈现会有更强烈的联动体会。而且这两部电影也是诺兰目前唯二的 R 级片，原作挪威极度失眠已经拍出了自己的风格，比如前面说的有些过曝的色调，以及时不时出现的哈普幻象，在一些关键角色构建上，原作都已经定调剧情的基底和方向。但就如著名已故影评人罗杰·埃伯德评价到的，和大多数翻拍作品不同，诺兰的失眠症不是照本宣科的翻拍，而是把原作的素材重新审视，然后制作出来全新的一部作品。如果说原作极度失眠是一部半黑色电影，那么诺兰翻拍的失眠症则是纯纯的黑色电影调性了。黑色电影源于德国表现主义，也算是黑色小说的影视化表现。诺兰最喜欢的作家之一钱德勒就是黑色小说作家。黑色电影往往聚焦在善恶模糊不清的道德观，强化爱恨感性欲望当道。诺兰的记忆碎片和失眠症都同属于后经典时期的心理黑色电影。应该说黑色电影风格的特色在诺兰的首作追随就已经成型了，而失眠症从故事选题到角色内心塑造都有着很强的黑色电影图腾。从故事和角色上看，诺兰的失眠症加入了不少多莫警探内心的挣扎，比如影片比原作多了多莫被内务部调查的戏份，刻画得更为丰富和直接，让多莫做警察的原则本身就背负着原罪，从而加深了多莫在误杀或谋杀哈普后让多莫选择隐瞒真相有了合理性。诺兰在影片中依然采用了自己最拿手的时空交错叙事，虽然影片并没有过多展现内务部对多莫调查的那次案件，但通过几场分散在影片的短戏份，让观众看到了一部同样有着诺兰时空交错式的作品。多莫在洛杉矶被调查这条支线虽然已经发生，但并没有一开始揭晓到底是个什么事件，而是跟着主线剧情平行交织进行，在多莫脑子里不断反复和震荡，最后内务部调查的事件在片尾谜底揭晓，填补了多莫立体人设最后一块拼图，从而造就最强的戏剧张力。过去的事件影响和导致了今天多莫和哈普之间发生的悲剧。另外，诺兰作为导演在视听造诣上也竭尽所能让观众和主角多莫的心理产生强烈共鸣，失眠所带来的焦点失焦，产生幻象幻听，还有一惊一乍的精神恍惚等等，都成了影片特别亮眼的处理。同时，这些视听处理手法也很好地呈现多莫角色的精神状态如何一步步走向崩溃，是他多日失眠造成的，还是因为他自身日益激增的道德困境
境和愧疚感所导致的，或者两者皆有。这些我们都能从诺兰的镜头语言中很好的提炼出来。我甚至觉得诺兰放大和细腻化了原作原本要表达的主题，也就是从人的心理层面对于正义的探究。这并不是简单的牺牲个人拯救社会的电车难题啊，也不是单纯多么为了个人利益隐瞒真相的单向选择，而是上升到心理学研究层面。正如影片后面艾莉质问多默，到底他有没有想要谋杀哈普，多默自己也不知道答案了。他陷入心理学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曾经他心中坚信的正义，在经过一系列事件之后，在多默心里已经延展出了又深又广的灰色范围。这样的心理状态在现实中不少警探都曾经存在过，也被不少影视作品所呈现过。比如侦探系列，尤其是第三季，探讨的就是警探心理创伤和正义天平的失衡。而失眠症更重要属于诺兰的标签之一，就是对于结局持开放态度。影片并没有对多默警探所作所为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到底多默是有意还是无意对哈普开枪，没有人知道真正的答案，甚至是多默自己。把结局的答案和讨论的延伸留给观众，一直是诺兰玩的最溜的存在。所以后面我会脑洞多默是否故意对哈普开枪。多默是故意的吗？这个问题其实没有最终答案，前面已经解释过了。作为诺兰独特的标签之一，就是把答案留给观众。往往诺兰的作品和角色本身并不会给出最终的真相，那接下来脑洞也一样，纯属个人理解，并不会作为标准和唯一。在国外某个论坛就发起过投票，多默是否故意射杀哈普，84%的人认为多默并非故意的。先说我的结论，我也认为多默并非故意，这是一次意外。但在多默心里，故意和意外对于他来说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这都造成了搭档哈普的死。如果多默告知警方他意外射杀了哈普，那么整个追凶计划他就无法参与，凶手可能就会一直逍遥法外。更严重的是，洛杉矶的内务部那边就会利用这次机会加大对多默的指控。多默身败名裂他不在乎，他在乎的是曾经他亲手抓拿的罪人会得到获释的机会，因为他曾经做过伪证。这一连串的利害关系这么一分析，再加上哈普临死前认定多默要害他，多默只能选择隐瞒，不然到时怎么录口供呢？警方问多默哈普临死前说了什么，多默是选择撒谎呢还是如实交代，这又成了一个选择难题。而且多默如果坦诚势必会遭到指控，因为他有足够对哈普进行射杀的动机，这是最要命的，搞不好还因此要蹲大牢。另外关于多默是否故意的一个关键点，是在他迷雾中途换上了他的备用枪，他为何要这么做？这就要提到多默用的那两把枪，他作为警探的标配枪支是史密斯威森4500，这是一把美国执法机关很常用的配枪，在不少影视作品都出现。我们能在影片中看到这把枪的平衡和瞄准需要两只手握住才能控制好，而当时多默走在沙滩碎礁石上，很难维持身体平衡，而且在迷雾中还要时刻保持警惕，所以双手握枪前行并瞄准或许并不是一个最佳选择。于是这时候多默想到了自己的那把配枪瓦尔特 PPKS， 这把枪被广泛称为隐藏式手枪，是属于袖珍型手枪的一类，更灵活更好操控。我们能看到当多默换成配枪时，仅用一只手就能完成握枪和射击。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就能知道多默并不是想故意隐瞒自己射杀哈普才选择更换配枪，而是想在陡峭的石路更精准灵活，提高命中率。再说了，就算多默不换枪支，根据影片之后的剧情，多默也一样可以换弹头。综上所述，多默应该是真的在没看清前面的人是谁，然后开枪酿成了悲剧。不过更为严谨的来说，就算这是意外，多默完全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吗？可能也未必。多默在抓拿凶手前就已经处于神经紧绷和失眠状态，再加上内务部的调查，从而让他压力山大。在多默明知道看不清前面目标，以及在清楚还有其他警察在追击的情况下，多默依然选择开枪，这个举动可能会显得过于冲动。或许多默在那一刻，他并不想知道前方是凶手还是阿布，反正就是要开枪就对了。不管怎样，诺兰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想要制造一场模棱两可的事故，来影射多默内心对于好坏警察的矛盾心理，以至于到最后连多默都不想给自己一个答案，到底这是否是个意外，还是他自己就是想开那一枪来发泄呢？那么问题来了，大家觉得多默是故意的，还是这只是单纯的意外？角色关系心理剖析。
失眠症表面是一部刑侦探案类型的电影，但内里却是研究角色心理较量的作品。某种意义上来说，正因为诺兰的记忆碎片能把主角所患上的短暂失忆症让观众也来一遍感受，所以华纳才选择把极度失眠的翻拍权交给诺兰完成和试水。而诺兰这次失眠症的练手也间接让电影奥本海默中对角色有了登峰造极的独特表现。当然，影片在创作、改编、镜头语言、经验表现的加持下，不可能忽略两位主角阿尔帕西诺和罗宾威廉姆斯的绝佳表演。可以说他们两人换成其他演员，失眠症就不会获得成功。 Dormo 的谐音正是法语 Dormir， 睡眠者的意思。其实最初影片多么警探是想找哈里森福特来饰演，但最后找来了阿尔帕西诺。先声明啊，并不是哈里森福特不好，但真的还好没有找到他，因为他圆鼓鼓的眼睛总会显得那么神采奕奕。相反，阿尔帕西诺半垂的眼皮总会给人一副厌世且冷漠的神经，外加了一层神秘感。另外，阿尔帕西诺在此前教父系列、八面煞星、导火线、闻香识女人这些作品中都完全展现了自己特有的固执偏见，不择手段但又具备完全说服力的独特魅力机制。这些场外固有的演员特点让他在失眠症上扮演多莫警探这样的角色简直就是天造地设。而影片最让人惊喜和大胆的尝试则是让喜剧天才罗宾威廉姆斯饰演了一个隐藏极深的杀人犯。用诺兰的话来说，失眠症是让观众见识了一位新的罗宾威廉姆斯。他不光是喜剧演员，他在饰演其他角色即便是反派杀人犯时，也会让观众瞬间抛弃他其他作品的固有形象，去带入进他的内心世界。罗宾在大众眼里就是邻居搞怪大叔的存在，还时常有讲不完的笑话和梗。这样的形象正好放在影片中饰演的布罗迪，平时走在街上不会引起他人注意，言行举止和面相更不会写着我是坏人的感觉。这样的反差更让罗宾的表演有了更大面积的留白。他饰演的布罗迪那处事不惊、面无表情、低声下语的背后则城府极深、捉摸不透、冷静克制。这样的对手对于打击多莫的心理敌防一泄一个准。就这样，影片阿尔帕西诺和罗宾威廉姆斯的奇妙组合让影片的正邪力量之间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俗话说，他人的反馈是评价自己最好的镜子。其实影片中和多莫对戏的艾莉和布罗迪正好就是多莫道德和正义天平的两端。艾莉作为警探新人，在小地方怀揣着大梦想，从警校开始就痴迷于刑侦探案，期待着有一天能破个大案子。而艾莉自身也有着异于常人的敏锐直觉以及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奈特莫特小镇发生的凶杀案算是给艾莉一次施展才能的机会，而且还能和自己的偶像多莫警探共事。从心理层面塑造上看，多莫在和艾莉一起探案相处的过程中，从艾莉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样子，对工作一丝不苟，认真不妥协，最重要的是正直。艾莉的人设就像是多莫内心正义和光明的代表，所以从多莫认识艾莉的那一刻起，多莫就无形中自觉地做取了艾莉的导师形象，在不少场合都在传授自己探案的经验，还调侃让艾莉记下来。而且到最后，多莫为了保护艾莉那份纯净的做事原则和对正义的态度，不惜去暴露和牺牲自己。比如多莫在过程中极力掩饰自己对哈普开枪的真相，但当艾莉想快些回到办案队伍中，快速做好哈普死亡报告，早早签好自己名字要多莫验收，多莫却因为这个小细节让艾莉重写，反而让艾莉有了更多心思去重新审视哈普死亡的细枝末节，导致多莫自己暴露。还有多莫在没等增援情况下赶去救下艾莉，从多莫心理角度看，也是多莫想要拯救自己最后的良善，因为艾莉就是对自己仅存一点良善和正义的传承。最后当艾莉知道是多莫导致哈普死亡后，艾莉不想毁掉多莫好警察的形象，想扔掉那颗弹壳，却被多莫阻止。多莫其实就是不想让艾莉走上自己的老路，一个小谎言，一个小举动，都可能让自己坚守的原则变味，从而导致一发不可收拾的蝴蝶效应。多么希望艾莉成为他永远成为不了的真正意义上的好警察。良知的另一个镜头就是要把多莫带向深渊的布罗迪。多莫和布罗迪在迷雾的那场第一次针锋相对，布罗迪就已经牢牢掌握住了多莫，布罗迪甚至比多莫还清楚他自己内心的所思所想。用今天的话说，布罗迪就是妥妥的击溃你心理防线的 PUA 高手。而且布罗迪还比多莫计划高出一段，总是在多莫还没防备的情况下给多莫下套，并借机控制住多莫。
布洛迪就像是多莫在极昼阳光下照射下的阴影，挥之不去，逐渐吞噬掉多莫所剩的良知和正义。两人就如同这世界上最了解彼此的人，他们都穿透了各自的秘密，而且还患上了同样的失眠症状。但也就是唯独这个失眠症区分了多莫和布罗迪，多莫因为内疚和良知失眠，而布罗迪则是恐惧失去自由和想要逃脱惩罚而失眠。再来说说结尾，最后两人的命运都走向了终结，看来诺兰还是很遵守钱德勒九命题啊。其中一条就是凶手应该遭到报应，而反观原作极度失眠的结局就更为黑色电影一些。当女警探发现主角蛋壳后，在房间来了当场质问，主角告诉女警探做他应该做的，而女警探并没有告发主角，而是留下蛋壳转身离开。最后主角驱车离开那个小镇，在经过隧道时两眼发蓝，成为了真正的不眠者。因此失眠症相比较于前作结局还是保守了很多啊。其实放远好莱坞的电影，因为要面向全球的观众，这些影片在价值观和道德界限上都是玩得很保守克制的，而欧洲电影在这一层面却显得更为开放和争议。说回电影啊，结局多莫的死反而对于他是一种解脱，他也不用再去为自己建造的多米诺骨牌产生的悲剧去思考更多，而多莫自己也把关于哈普的秘密带走了。在诺兰的作品中，诚然失眠症并不是他最出彩的电影，保守中带着小突破，对于叙事的解构和玩法，因为前面有记忆碎片的独特先锋，后续的失眠症就显得中规中矩了些，但这又是诺兰很好的一部尝试转型商业题材的电影，特别是在对于角色内心世界描绘荧幕化上做出练习。好，诺兰时空变奏系列之失眠症今天就浅显和大家聊到这，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这期的解说排序，还请留言分享你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如果喜欢这个系列，还请点赞转发支持，让更多人看到，因为这才是诺兰系列能维持下去的动力。那我是大聪，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